曾因倾情演唱热播大戏《武林外传》《香樟树》等数十部影视主题曲而被观众所熟知的歌手余霞，近日在北京召开其首张影视金曲专辑《一路走来》试听发布会。世界有太多不如意，但你的生活还是要继续。这部里程碑式的处女唱片也被余霞定义为一部感恩大作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余霞。今天我的这张一路走来的首张影视大碟现在正式发行了，歌挺好听的，不知道大家电视剧是不是都有看过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给自己，我也给我自己加一加油。数十部影视金曲让余霞成了名副其实的影视歌曲专业户，那她又因何备受影视剧的青睐呢？有老师说过，就是说可能我的声音会有种画面感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是他们选择我最后这一个原因呢，就是说可能会有那种听声音听歌的时候就会感觉有那幅画面，可能是这个原因。